花开花落，春去秋来，自大地第一次睁开双眼，万物便在四季的轮回中交替生长。春雨夏花，秋叶冬菊，也构成了人间四时最美的风景。直到有一年冬天，人间一位刚刚登基的女皇，因无法忍受寒冬万物凋敝的景象，下了一道谕旨，命令世间最美的十二种花，芍药、牡丹、梅花、兰花、水仙、杜鹃、荷花、桂花、玉兰、海棠、菊花、腊梅，全部于次日为自己开放。天上的十二花仙收到了谕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深知四季交替，花期不可轻易更改，但又害怕抗命会惹恼人间的女皇。我们去问百花仙子吧。好。我们就破例看一次。破例开花，不能看。我们应该看看百花仙子的装束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好，那我们就破例开。这一年的春天，唯有樱花在微风中摇曳，唯有春笋在晨雨中生长。这一年的夏天，飘起了洋洋大雪，蝉和蝴蝶还没来得及破茧而出，就被冻成了冰雕。这一年的秋天，无数的落叶无法归根，被飓风卷着沙尘一次次抛向空中。这一年的冬天，闭上双眼，发出
精神震动，将忤逆自然规律的十二花仙消去名号，贬出凡尘，一一分散在世间诸国，化作凡间的花朵。殿下令，只有这十二种花相聚之日，惩处才会结束。